们拍个远照吗？轻轻的啊，轻轻的也是很脆弱的。轻轻的啊，好，谢谢姐姐。鸡，鸡是这样吗？哇，我好漂亮哦！哇，我好漂亮哦！这样吧。哎，这镜头转的是我呀。三、二、一。陪你去看流星雨，陪你去看流星雨，落在了地球上，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，噔噔噔，让你笑声的爱。当我跟雅丽我们做完然后躺进去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哇，好爽啊！做鸡舍好有成就感哦，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们一步一步看到这个鸡窝做成的时候，他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，然后我们的感情也开始就是有进步。咱们把我们的房子弄好之后，你把你的家人，我的家人接过来住一段时间。回家，谢谢你们来看我的演唱会，谢谢，喜欢你，谢谢，太谢谢你，真好。他们三个觉得搭了一个鸡窝，这个房子就可以住了。亲爱的理想家，明天见。